OK， 现在手机已经正式在我的手中了，是 X90 Pro 的版本。那我们简单开箱一下。其实现在啊，小米啊、Vivo 啊等这些路厂，他们给的盒装其实都还是蛮完整的，所以包括手机，然后呢也附了一个120瓦的快充头，这点真的很赞的。然后是 Type C， 当然也有充电线，还有呢，它也附了一个算是原厂的非常基础的这种软胶保护壳。那手机的本体现在在我的手上了。OK， 那先来讲外观。这次 X90 Pro 呢，它只有出一个版本在台湾上市，那就是这个，他们叫做传奇黑的配色。那基本上它是素皮的一个材质。其实我个人啊，到现在为止我并没有主力机使用过素皮的材质。我觉得当然手感来说其实是蛮不错的，然后它也会是最好最好最佳抗指纹力的一个材质，但我不太确定。例如说像是女生的粉，因为像我们游泳包包嘛，那我们常常有一些粉或是护手霜，如果摸在皮革上，我觉得多多少少还是会留下痕迹。那我想这应该也是素皮皮革版本的一个好与坏吧。在外观上呢，我觉得蛮两极蛮两派的。因为我上传我的社群之后呢，有很多网友就贴了一些以为像是冰箱啊或是那种双槽上下双槽的洗衣机的梗图给我，就是说觉得这次的外观设计好像不是很好看。那在 X80 的时候呢，那时候有一个亮蓝色的一个版本，哇，我当时也觉得那设计我并不是非常的喜欢。不过在 X 系列呢，目前的这两代好像还是维持一贯的设计。那其实呢，他们是说这个设计呢去参考一个大自然的叫 0.681 的一个黄金比例的原则去设计的。不晓得大家看不看得出来，如果有那个草图我们再放上来给大家看。那一样呢也是非常非常大圆形的一个相机模组，在中间这一条有人很喜欢，有的人可能没有很喜欢，但我觉得也算是它一个设计小巧思之一。它有一个 Extreme Imagination 的算是一个小名牌在这边，那上面一样有 Vivo 跟蔡司的一个联合开发的设计的一个小名牌在这边。整个镜头呢你也可以看到外面它有一个 T 镀膜的一个标志符号，这个呢就是象征钱，所以很重要，一定要秀出来。那当然还有蔡司的经典小蓝标也在上面。可以看到呢，它把闪光灯设计在右上角，没有跟相机模组是合在一起，反而是独立出来在右上角。所以整体来说大家还喜欢这样的设计吗？开机给大家看一下正面，它是曲面萤幕的一个设计，然后前面挖孔，那喇叭非常非常细的一条也设计在前面。曲面萤幕之前也有跟大家聊过嘛，它当然非常的好看，我觉得会呈现产品的一个高级感，但是喜不喜欢我觉得蛮见仁见智的。摸起来我觉得整体手感来说其实还算还不错。那出厂呢它是有贴一个保护贴的，但是这个保护贴啊就会让我有一点蛮割手的感觉，因为它并不是贴的非常非常的满，你还是可以看到保护贴呢它贴了一个痕迹。那我们把透明的壳先装上去，装上去之后呢，保护贴的那个硌手感就没那么重了，然后保护壳装起来的感觉大概是这样，它就是非常非常基本的一个清水的保护壳。相机跟摄影呢应该是大家关注 Vivo 就是很大的一个重点，那其实 Vivo 也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在耕耘这块领域。这一次在 X90 Pro 的版本呢，那它搭载的是三颗镜头，其中我觉得大家应该跟我一样最期待就是它的主镜头有一颗是一寸面积大小的感光元件，那使用的是 IMX989 的感光元件。它除了感光元件面积非常大之外，它同时应该也是目前业界手机大感光元件但是又拥有大光圈。那主镜头的光圈呢是来到了 f1.75， 所以呢它就主打说它可以手持拍到星河，也因此它就带我们到阿里山来进行实测，所以我非常非常期待。今天天气看起来还不错，希望是可以拍得到星河。另外一颗呢也是5000万画素感光元件，用的是 IMX758， 双主镜头呢其实都有 OIS。 那这一颗是 50mm 的定焦人像镜头，那最后一颗是1200万画素 IMX663 的一个广角镜头，光圈是 f2.0。在正面的部分，自拍镜头是3200万画素，这次电量呢是4800毫安时，那有120瓦的快充，
还有呢是50瓦的一个无线闪充。那这一次在阿里山的两天一夜呢，我们就会好好用这些手机来帮大家做实测。所以啊，如果后面的影片你有看到一些包括有开一个框蓝框的话，那都是我们用 X90 Pro 实际去拍摄的画面，所以大家呢用实拍就可以好好感受一下。我非常非常期待今晚的银河照，应该人品还不错吧，希望人品爆发一下，银河跟日出云海都拍给大家，那就跟着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阿里山之美吧。首先这几段饭店的外观露营是接近阿里山傍晚的时刻，我蛮喜欢手机呈现出来的暮色，有了 Vivo 和蔡司调教之后呈现很独特偏冷的蓝色调，那在后续的星空照会更有感。听说这一棵是来自韩国的银杏树，已经有400年的历史了，所以呢也是台湾最老的一棵银杏树。而这一段呢是手持着手机做拍摄，可以看得出在录影防守阵方面我觉得效果其实是非常普通的。不过值得一提的是饭店走廊这一段其实现场啊用肉眼看还蛮黑的，因此可以感受出一寸感光元件的加持，不仅画面的呈现可以有足够的进光量，我觉得也相对没有什么噪点。经过的时候呢会有一个蓝雀的叫声，听说还有导那个小米马吉的声音，大家要感受出来吗？嗨，我们现在算是走到霞之道的一个制高点了，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大景。我的天哪，天气超好！远一点的地方有云海。现在真的天气好呢，其实手机拍照都会很漂亮，颜色我蛮喜欢的。在晚餐餐点的部分，这边的变焦录影还算自然，在录影的背景会呈现自动的景深。顺便偷偷推荐大家，这一支很好喝。我有答应过呢，大家要起床来拍云海，那使用内建的慢动作录影去拍摄。不过饭店这个景看出去，实在是有点普通，其实完全呢跟想象的日出很不一样啊。我还有另外拍一支关于阿里山 Indigo 的开箱，大家如果想知道饭店值不值得来入住的，可以锁定另一支影片哦。但重点就是呢，哦，还是有那个辛苦的爬起来啦，所以大家就感受一下吧。来到了夜拍的部分， Vivo X90 Pro 的主战场就来了，1200万画素的超广角镜头，夜拍当然表现是差强人意一点。不过来到了一寸感光元件的一倍镜头的时候呢，夜拍的细致和锐利度就很有看头。那我很喜欢它饭店灯光配上外观木栅栏的色彩表现，晚上在阳台喝一杯高山茶真的很享受。那前景呢有茶壶被清楚捕捉之外，大感光元件加大光圈，让你不用特别开任何的滤镜特效，就让背景呢也有很漂亮的光斑景深，果然很有蔡司感。那讲了这么久，重头戏其实还没有到，就是我们的星空拍摄真的很猛。如果呢有带着脚架特别想去拍星星，记得要开启星空模式，并且选择脚架侦测，它就会从自动的5秒曝光侦测到接近1分30秒曝光。那据说最长有测试到接近2分钟的曝光，那把手机架好后耐心等待，你就可以拥有非常非常漂亮的星空照。那这几天因为阿里山其实月亮太亮，所以月亮的光害也算蛮严重的，不过这样的星空照呢还是非常的惊艳我。你就算呢用手持拿着手机拍摄，你差不多5秒的自动曝光时间也是会有非常不错的表现。这次在超级月亮也有金变台的新玩法，是可以将拍摄好的照片当作底图，你再去拍摄月亮，最远是可以拍到10倍。那软体呢会自动帮你合成叠出一张有星星有月亮的照片，你也可以使用任何你想使用的照片都可以，那真的可以拍出许多好玩的创作，所以这几张都是我叠出来的。
那在自拍方面呢，我觉得 Vivo 的美肌处理一向都是相对比较重，那也比较积极的。那如果是我自己来使用的话，我会想要调低一些些来拍摄。那夜晚的自拍有补光灯的模式，我觉得颜色拍起来很自然，那连背后的夜景也可以一起被捕捉。拍摄人像上呢，也一直是蔡司的主力强项，除了5000万画素两倍的人像镜头之外，也有内建很多滤镜，像是这次新增的 Cine Flare 电影耀斑，运用拍摄阳光啊、光影啊，就能运算出像是月晕或是日晕等很漂亮的耀斑。另外还有像是时光慢门，你可以拍摄光轨，那当然各种滤镜啊、模式啊，增加了拍摄有趣的丰富程度。但是实用性啊，对我来说，我自己本身不太会很常用到，其实实用性不高，我觉得还是要回归到拍摄本身。那这一次呢 Vivo X90 Pro 再搭配了蔡司的调教，整体的颜色呈现处理我真的很喜欢，几乎就是你肉眼会看到的颜色再稍稍鲜艳一点。那尤其是夜晚啊，或是暮色的那个蓝色调，我觉得真的就是浓浓的蔡司味道啊。最后在拍摄上我比较介意的地方是主镜头对焦的体验不是很好，常常会对不到主体，像是这一张的咖啡杯或是一些菜色的餐点，你在主体外围呢都会被拉伸的有点模糊，那对我来说其实就是很明显的会差现象。这个也让我去思考啊，其实在目前手机镜头设计空间有限的情况下，要塞进更大更大的感光元件，那后面的结果呢就是某些光学性能的劣化，那大部分呢都会有比较明显的会差现象，而底越大呢似乎就也越明显。那这个在拍摄像是微距啊、文字档案啊，或者是美食的这种照片，需要静态的类型呢，我觉得问题又会更严重一些。那看起来也是未来手机大厂需要花功夫调教的地方。以上呢就是这次针对 X90 Pro 初步在拍摄上的一些心得体验，然后跟大家分享。那最后的这个结尾片段呢，也是用手机的内镜头录影去做拍摄的。这次手机在录影的部分呢，我觉得人声收音也还蛮惊艳的。总体呢，我觉得 X90 Pro 的拍摄体验呢，特别在夜拍啊、拍星空、拍月亮，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有水准的表现。那当然，你说星星、月亮，少不了一些运算的成分，例如说偷点个几点下去。但是呢，我觉得它就是做到了目前我对手机拍照或拍摄的一个感悟，就是手机它现在就是一台你在口袋中，你拿出来，每一个人都可以很简单、很无脑、很轻松的拍出每一张几乎有那种大片感的照片，甚至是因为现在有更大的感光元件、更大的光圈，你在环境比较恶劣的情况下，例如说像夜拍，你还是可以很简单、很轻松拍出一张成像很好的照片。我觉得这个是手机这几年来呢，在这么小的一个装置下，已经可以做到，我觉得算是很超乎我想象跟水准的一个表现。这次的 X90 呢，也会是 Vivo 在 X 系列呢最贵最贵定价的一次的产品。我觉得这也是各个手机算是一个趋势嘛，很不好的趋势，但是似乎又没有办法，就手机的价格就一去不复返了，似乎有不涨价就还不错了。但我觉得这是每一个品牌他们都有在做调整的一些策略啦。我们过去可能对小米、OPPO、Vivo 啊这种，我们印象中应该都要相对是平价或者是高 CP 值的产品，但是我觉得现在呢，每个品牌其实也做法不一样了。当他们呢可以开出更好的规格、更好的用料的时候，定价当然都会相对提升嘛。他们不想要去做一些可能相对平价或者是规格也没有那么好的产品给消费者，我觉得都可以去思考。但是我还是必须要说，必须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如果有低价的产品，但是又可以端出旗舰的品质，这样的产品谁会不想要呢？但是我觉得就是很考验各家厂商的一个实力跟功夫了。那么这一支呢，应该会是新的一年第一支发的影片，那也在这边呢祝大家新年快乐啦。那如果你对这次的实测照啊或者是拍摄下来有什么问题，或是你有兴趣的话，都欢迎在下方留言。那我是玉米，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咯，拜拜。